China's first granular water-soluble fertilizer, Cocoly is exported to 46 countries. 各位大家好，我今日吼，我有这个机会来梅山吼，拜访我的亲家吼，我的亲同吼，谢总兄吼，伊伊放心过，这个来讲栽培吼，相信非常好。啊，伊已经有使用咱巧克力几啊年的一寡经验吼，啊，今日来个拜访咱巧克力的心得一下吼。巧克力它里面含的元素很多种啊，大磷钾、重量元素、微量元素，还有其他。开根式氨基酸植物所要需要吸收的养分它全部具备在里面了，我们都拿它来灌那个根部，是用300倍，我差不多一个礼拜灌一次，因为现在带很多果出来，所以它养分很重要，所以你们看我们那个叶子就知道它的养分很足，而且它每一颗的果又那么多，我们有时候也用来喷叶面，配叶片的时候我们用差不多500倍，所以说你黄金果人家价格那么高，你不必去省那个肥料，所以你把它分摊下来，它只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，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成本，所以我觉得这种巧克力非常的好用，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，还怀疑你用不下去，它果就长小颗，所以这相对的你给它吃得很好，相对会长非常漂亮的果来回应给我们，让我们赚大钱，所以我想各位农民不要去省那个肥料的钱，树要顾好最重要，Cocoly.